大概在2008年左右，国内的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一位身着空手道道服的少年与一位中国散打小子在擂台上一决高下。两位少年在比赛中打得难解难分，经过一番焦灼的激战之后，身材稍高的散打少年以分歧判定获得了比赛的最终胜利。比赛结束之后，两位少年立下约定，各自继续修行，在未来10年之后再战一场。就是这样一段异种格斗的少年交流战，也曾经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拳迷都为两位少年武者的表现感到欣慰和惊喜。那么，两位少年约定的10年之战，最终是否如约打响？而这一切，还要从2007年的一档日本综艺节目说起。2007年2月，日本 NTV 电视台播放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这个以环游世界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后来也被引进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港译叫做《千奇百怪大挑战》，而台译版本则叫做《阿 Q 冒险中》。我们故事中的空手道少年正是这档节目中的一位单集主角，名字叫做白鸟大珠。白鸟大珠从小学时期开始学习极真空手道，而他的老师正是在日本空手道界赫赫有名的一击之龙成岛龙。在拍摄这段综艺节目时，当时的白鸟大珠还只是一个11岁的少年，但是当时的他已经获得了全日本极真空手道小学组的亚军，在40公斤以下级别难寻敌手。于是他向节目组提出了一个问题，极真空手道和少林拳法哪一个比较强？带着这样的疑惑，节目组和白鸟大珠一同来到了中国武术圣地河南登封，而这里聚集着数万名求学习武的武校学员。白鸟大珠的对手正是登封武校大军中的一员，他就是来自于登封俄坡武校的董文科。和空手道天才白鸟大珠一样，当时的董文科是俄坡武校同级别中的顶尖学员，在校际对抗中也是未尝一败。于是中日少年之间的这场战斗就在俄坡武校正式上演。比赛当天，现场6000多名师生一同见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中日大战。虽然节目中打出的拳种为少林拳，但是我们今天看来，董文科所使用的技巧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武术散打。由于散打和极真空手竞技规则不同，因此两位少年在当时比赛中沿用了极真规则，也就是不允许直接用拳击打头部，但是同时兼顾了散打的摔法。虽然董文科在身高和体重上均占优势，但是传统的单发散打重击在极真规则之下无法对白鸟大珠造成太大杀伤。不过传统的前腿侧踹简单迅速，这样的绝技也让观众拍案叫绝。而反观白鸟大珠，虽然在身体条件上处于劣势，但是源源不断的拳腿连击也给董文科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而每次被董文科抱摔，白鸟大珠都紧紧抱住对手，擂台上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最终两位少年打满3回合，董文科以2-1的比分获得了最后胜利。而白鸟大珠也自己带着亲身体验的答案回到日本，在临别之前，两位少年约定10年之后再决胜负。不过可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中日两位少年至此也踏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回到日本之后的白鸟大珠继续着自己的空手道修行，不久之后他再一次登上了节目，在迎战泰拳少年的比赛中获得了最终胜利。此后逐渐长大的白鸟大珠开始接触踢拳和泰拳。2011年，16岁的白鸟大珠正式成为职业选手，并且在高中3年级时拿下了 WPMF 的日本锦标赛冠军。2015年，19岁的白鸟大珠开始转向职业拳击，最终取得了8胜3负的战绩，并且拿到了2018年全日本年度最佳新人奖。而就在这一年，白鸟大珠回归踢拳赛场，而他所属的拳馆也正是神童纳须川天心所在的 Tappen 拳馆。在回归的第2年，白鸟大珠击败了对手秀树，成为了日本 RISE 联盟第5代轻量级冠军。可以说空手道少年正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了职业联盟的踢拳冠军，完成了儿时的梦想。然而相比向着梦想飞速前进的白鸟大珠，董文科的命运却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早在几年前，国内的散打贴吧就有网友发帖证实，在和白鸟大猪比赛过后不久，董文科就离开了俄婆武校。回到家中之后，董文科在当地技校就读，学习电脑维修。毕业之后，董文科走入社会，曾经在工地打工，也曾为老板开车。让人惋惜的是，董文科后来因为与人发生纠纷将其打伤，还曾遭遇了一段短暂的牢狱之灾。如今董文科早已娶妻生子，淡出擂台，恐怕已经无法再赴当年的这场十年之约。看到这里，相信许多人会对董文科后来的经历感到惋惜。其实中日两位少年的不同境遇，也是许多中国搏击学院的缩影。尽管我们在青年人才储备上拥有很大优势，但是由于当时搏击赛事的匮乏和局限，使得这些学生后的孩子缺乏足够的市场消化力，加上武术搏击专业本身并不能像其他专业一样在生活上学以致用，以至于许多毕业的武校学员最后只能转行成为体育老师、保镖、工人，甚至误入歧途。据董文科自己说，班上后来唯一一位从事搏击相关专业的只有当年的班长，也是后来的综合格斗名将吴成杰，而全班其他50多位同学在毕业之后留在搏击行业的寥寥无几。北宋年间，文学名家王安石在目睹了金溪神童从天才沦落路人之后，写下了千古名篇《伤仲永》。在日本，还有很多位像白鸟大猪一样的搏击天才，但是在中国，泯然众人的又何止董文科一人？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搏击行业逐渐有了起色，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赛事联盟。如今中国新一代搏击学员终于迎来了更多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多年所学。不过相对较为完善的日本搏击体系，中国搏击的社会认同度和群众基础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所以在这里，衷心希望中国搏击能够早日拨云见日，让伤仲永的故事不再发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品味格斗文化，汲取格斗精华，欢迎各位关注天机之拳，我们下期再见。